啊，各位朋友，我现在在大同大学旁边哈，我才刚到啊，4:25，那我已经接到我的开市单啦啊，全联福利中心哈，中山双联这样。啊，刚刚看了一下，里面只有七项商品哦，啊，七项商品里面有三罐是饮料。哦，看了一下那个饮料的那个公升数，我是觉得还 OK 啦，那所以我就啊没有要把它去掉哈。而且这张是开市单啦齁，对我来说开市单会有一个就是心里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影响这样子啊，所以原则上来说除非真的是没办法一定得拒，不然那些开市单我是都不拒齁，尽量都不拒啦这样。好啦，那我现在要去取餐了，哇，又进来一项欸，我这是夹单夹32块，让我看一下，欸，距离超近欸，然后加32，好了，接一下吧。好了，出发。啊，各位朋友，这是刚刚跳出来那32块钱的那个夹单啊，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它32，而且距离近近的。这里有一堆火锅汤啊，好吧。反正待会到全联那边再看看塞不塞得进来，塞不进来也只能气了。好，各位朋友，我刚把开市单跟开市单的夹单哈都送掉了，然后呢，正在这个送这个夹单的时候呢，又接到这个一单这个金额的大单哦，在老地方取餐哈，在金站的大户屋。那这单金额有多大呢？大到我有点惊讶。是不是因为今天比较少司机出来跑，所以这个一直被转单转到这么大哦？哦，有点诡异哦。这单呢440块，各位朋友，440块。那会送很远吗？其实也没有哦，就取餐距离加送餐距离加起来5公里哦。那取餐距离就已经2公里多了啦，因为我送第二单其实接近台北桥嘛。然后骑到金站去差不多，那送过去送餐地点呢也是2.多公里哦，这差不多五公里，所以其实并不远。那我怀疑这单应该是一直被丢单啦，大家司机不够，大家就开始挑金站这种的哦。哎呦，好，救护车，先让救护车过去。那金站这种的还要停车，还要走到 B3 哈，像大户屋在 B3 哦，哦，还要找地方停车，还要哦走到 B3 去等电梯，什么有的没有的，夯不浪当的哦，啊，应该司机就会直接放弃了。反正今天哦，确定应该司机很少啦哦，这样，因为我看到群组有些司机其实都放假去了哦，都没有要出来跑。对，今天应该很欢乐哦，价钱应该都很欢乐。好的，各位朋友，我现在人在同安街，我刚送一单到这个水源路哈，然后，哇，已经非常靠近岸的另外一边了啊，有点害怕被系统叫过去，所以我现在要赶快再冲回罗斯福路上面哦，这样子啊。那么目前我还没有接到新的单，希望我冲回罗斯福路上都不要接到新单。哦，哎，完蛋了！我看一下在哪里。哎 ，Sukiya 古亭送中正啊，可以，这个可以接。好，我要去 Sukiya 的古亭了。好了，各位朋友，现在在汀州路一段跟那个少安街的交叉口，我刚送一单到旁边哦，少安街里面这样子。那么啊，我现在我人比较靠近植物园哦，所以我现在要回这个西门町，我要赶快回去，然后赶快冲到老地方哦，这样，哎呦，可以过了，好，对，我要赶快冲到老地方去，这样我不能再被留在这边了。哦，今天我大概有，我看一下。我跑了12趟，目前为止跑12趟，然后
12趟减4趟，哇，我有8趟一直被锁在，锁在哪里呢？锁在这个古亭区，哦，这样。那古亭区是有点怪，反正就锁在古亭，捷运古亭站这边哈，大概是什么这个汀州路啊，哦，南昌麦当劳，同安街、厦门街哦，我在这边跑了很多趟，哦，真的是超欢乐的啊。反正现在街，哎，我看泉州街，哎呦，过不去算了。反正我现在就是赶快杀回老地方哦，因为现在离老地方也会比较近一点哦，这样子。哎，赶快杀回去就对了。啊，各位朋友，现在在林森南路上面。那我刚刚去这个绍兴北哦，在那边哦，那送了一单哦，这样子。是我自己预设的最后一单。呵呵呵啊，现在是8:15啊，那我今天因为有那一单那个数字很漂亮的单的加持哦，所以我今天。没错，虽然我才跑17趟，但是却有1500多块钱，哇，今天那一单真的是很营养啊，哦，那现在8:15，我没有打算继续跑下去哦，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的单哦，就是虽然是无缝啊，但是就是它的那个取餐点都有点远，这样子，今天有这样的状况哦，所以其实我有在想说，也不用撑啦，反正我烫奖是拿不到哦。我的趟奖哈，我来看一下哈，我还差几趟，我觉得是难拿啦。说虽然今天算是 OK 啦哈，跑起来也是顺顺的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趟次数量哈，真的要撑起来，我大概要再跑一两个小时吧。没错，我还差7趟，我才能拿到那个趟奖。哦，7趟哎，不太可能啦，因为今天虽然是无缝哦，但是并没有很密集哦，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不要就算了啦，那就不要撑了，反正我时薪300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哦，没有啦，其实今天也是顺其自然佛系跑啦，没有一定要时薪300，但是就是顺顺的就拿到啦哦，因为好像是第三趟吧，第三趟就开了一个特奖哦。还不错哦，这么肥的单哦，这样子。好啦，那废话不多说了哈，那今天有出来跑的朋友，应该都有拿到一些那个超级肥单了，尤其是在老地方哦，因为老地方那边其实没有什么人要去哦。南洋街那边好像也是，因为我到南洋街那边去收了两次，那也是外送桌上都是餐哦，这样好像都没有人收了。好啦，那废话不多说啦。我回家啦，好，明天礼拜五继续咯。好，看到一位脚踏车伙伴的，那一位是跑很久了，老司机了。